星孙俪近日到香港旅行，她在当地某家餐厅用餐时被老板认出，借大方同意了合照请求。随后老板在微博晒出了与孙俪的合照，迎来了许多网友的关注。照片中的孙俪身穿白色长袖上衣，搭配黑色背带裤，看起来十分年轻。而她的脚上穿着及膝长筒袜搭配凉鞋，从头包到脚的装扮与旁边穿短袖的老板娘形成了很大的对比。近日的天气炎热，体感温度更是直逼40度，但室内开了冷气，与室外的温差较大，因此孙俪穿成这样应该是为了养生。事实上孙俪十分热衷于养生，经常在社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养生妙招，其中就包括了脚不保暖，因此被老公邓超称为养生达人。Bye.